永琪苏有朋最近参加真人秀时透露，前阵子采访被问到一题，小燕子的本名是什么，一下子让全场呆愣答不出来。黄晓明吐槽，你老婆的名字你都不知道。苏有朋马上回窍，你妹的名字你也没知道啊，笑翻全场。苏有朋在还珠第一二部中饰演小燕子的恋人永琪，黄晓明则在第三部饰演他的哥哥萧剑。虽然两大男神没有同时拍过这部戏，聊起的内容却依然有共同话题，令观众爆笑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